各位老师，亲爱的同学们，大家午安。我是董事长钟文柱主教，今天很高兴来跟各位来使用习福餐。那怀着喜乐，但是我们也是有牺牲的精神哈。那最主要的就是有一个爱心，我们这一次的祈福餐，我们愿意一起集合我们的力量，来为闽道家园的院生们来帮助他们改善他们的生活。那今天也是全世界都在纪念主耶稣他受难的日子，所以这是一个很特别的机会，我们一起来做饭前的祈祷。慈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让我们很幸福的在圣心这边求学，也感谢你安排我们的师长们来照顾我们，在特别的机会，我们都有机会能够学习，也一起来发挥爱心。恳求你把我们的爱心所集合出来的，能够结合成一股力量，来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。上主，恳求你降福我们闽道家园的孩子们，让他们逐渐的幸福，也恳求你降福我们全校的师生，让我们在幸福在快乐当中来过生活。我们做以上的祈祷是因主耶稣基督之名，阿们。